即马这个十行行中啊，已经是第八啦，第八叫做尊重行。咱一路呢，从正面不掉，在正面的显现，这呢每一段的经文，伊都是有互相连接。佛陀的教育啊，写步步踏实，互咱行伫一条道路上啊，绝对无法度讲。第一步一跨就是第十步，一定要有一二三四五，才有法度呢，一直到个十去。所以每一步啊，咱拢总是爱踏踏实实行。前面所讲的无着行啊，咱会当在人群中啊，不管什么款的形态。咱若会当去除了执着啊，就会当伫人群中学真侪代志，要互咱正中智慧。有智慧的人呢，才会当心存感恩，才会当事事尊重。所以文的内底啊，安尼讲哦，为前无着行中现定现移。定就是境界，咱若伫无着这个行为啊，咱呢伫这么正多的境界啊，万事万物啊，各事各物拢无共。伫这种的内底，会当伫迄个无共的内底，会当求圆融，这伫无着善行有讲过嘛？这呢，皆是不济观照之力。亲像咱常常伫咧讲，佛力敢若一项，但是呢，咱众生啊、凡夫啊，这根啊，就是根基啊，安尼参差无整齐。佛陀呢，为着要讲一项真理，伊都爱开八万数千的法门。所以道理只有一项，这是懂，但是呢，根基无同啊，伊都爱用真多方法，这叫做移。那么咱呢，会当头讲，伫一项的道理啦，会当头适应呢，这么正多啦，无同的根基，这呢就是不。这观照的力量，不这就是智慧嘛。有这个明朗的智慧啊，咱来看天下万事万物，咱会当头一一分析的真清楚。这叫做观照，真微细的心去体会事物道理。每一项会当明朗现前，这呢，拢是不济观照的力量，就是智慧的力量呐、啊。人不济以六道中啊，称为第一。六道，就是凡夫要到佛的境界，必定要经过的道路，用六种的方法。所以叫做六道万行，在这六种的方法中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在智慧。譬如说，你要布施，布施是爱啊，真好啊，但是呢，要运用你的智慧啊，咱若是无有适当的爱，
有当时呢，就是相反的效果。世界咱嘛都要有智慧去分辨呢，也那无呢，邪甲正啊，咱根本分不清。忍辱，咱嘛要有智慧的忍辱啊；精进嘛要有智慧的精进啊。那禅定打坐嘛是同款的，要有智慧的选择啊。所以智慧呢，在这六种的方法中啊，就是为第一。所以啊，咱爱知影法界智慧，伊会当头观照呢天下万物。所以咱爱将佛陀的教育中啊，咱来去尊重心。不管是多一种的方法，前后处事啦，咱必定呢爱用心遵守。所以学佛啊，尊重是真重要。常常在咧讲啊，尊重、感恩、爱这些啊，咱听起来真浅显。但是呢，在咱做人啊的规则中啊，袂用咧欠少。离开了尊重，咱就无法度产生了感恩心。离开了感恩呢，无法度通尊重人。欠了这两项，爱都免讲咯。咱的爱呢，是真诚的爱，是智慧的爱，不是妄大，不是讲吼，家己真膨胀自己。人啊，人必定呢，爱会晓缩小尊重。咱若有缩小自己啊，微尘人生啊，才有法度尊重他人。才有感恩的心，处处呢，咱一旦发挥了一份大爱的功能，所以学佛，咱应该呢，爱真正真注意啦。佛经的内底啊，有安尼这个典故，有这种的故事啊，也就是讲，佛世的时阵，迄当阵的社会啊，好亲像呢，嘛是乱世的时阵，啊，有修行者感觉讲，我修行。就是要离开乱世，然后呢，修行了后，我就是啊，要来教导人人，好人人的心啊，会当头开解啊，心会开，会当头解道理，一真认真修行。但是呢，如是修行，对着迄种的社会啊。一乱想啊，如是呢，感觉到愤愤不平，一直感觉讲，哎，大家人拢遐尼真憨啊，大家人的心啊，拢是黑暗啊，这个社会呢，好亲像一片拢乌去啦，所以要安怎样呢？来。向人讲法，要安怎样去打开人的心门，让人的心光会当头点燃起来？哎，要用什么方法啊？他认为呢，伊的智慧真高，
只要有人来问伊啦，伊一定呢用真好的道理去回答啦。所以呢，伊想要互人引起人的注意，伊呢就伫迄个日时头啊，日头真夜的时，伊的手中呢就拿着一杯火，到处都是伫咧画。人间太黑暗了，太黑暗，我来拿这把火呢，把大家人引路，大家人看到呢，感觉就说，哦，这个人呢，到底是安怎，是精神无拄好呢？但是有的人啊，都会问伊，你是安怎？明明就是大太阳的时啊，明明就是这么这么光，你是怎么拿这把火呢？他就说，因为呢，人人的心地都黑暗，你看不到啦，所以我要用这把火来引出了你的心中的电光起来，要照明你的内心嘛。那有的人呢，一窍地气啊，有的人摇摇头啊，感觉就真可怜啊。这样，每天他就是这样，日时头拿一支火，一直在那画，世间真黑暗。啊，佛陀呢，知道啦，感觉就说，这个修行者应该是善意。果然啦，天下众生啊，内心无明啊，这是真正的代志。但是伊用这种的方法啦，哪有法度通去引导人、启开人的心呢？这是无可能。可见，这个人有善心，但是呢，欠智慧啦，他是自大妄为呀，所以佛陀呢，他就化为一位贤者，他呢就来到这位听执归背的人的头前，伊就讲：你敢有影什么代志拢知呀？哦，你有什么疑问，你提出来跟我说，我每项都可以回答你。那在这个中间啊，佛陀呢就问他说，在古典中啊，有天文地理啊，这种数时调和的道理，你不知道吗？不吗？哦，这太悬了吧，天文地理啊，啊，这数时安怎去调和起来呢？那伊无回答，佛陀就再问啊，譬如讲天上的星宿啊，迄个星宿五行啊，唔知你知呀？唔知哦。还是无法度回答。那天文地理你无法度回答，再问你哦，那是安怎来治国？用什么方法来治国啊？会当通使人人致富，社会祥和？没有什么方法。再问你，世事呢有外国侵犯呐、啊，你若要遣兵调将，用什么方法来遣兵调将，来防范外国来侵犯？这是人间的代志，安尼你有法度回答无？实在无法度，我是一个修行者。唔知影天文，也唔捌地理，人间的代志呢？安怎来治理国家？安怎来防范外国来侵犯？
这种的方法呢，我嘛也唔爱去想着。所以当初呢，伊感觉真惭愧啊！原来呢，我知影的代志是这么真少啊。所以呢，伊放下悔悔啊，就向佛陀呢，用着真正的愧疚忏悔的心来求教啊。所以佛陀呢就讲啊，若多少幽门自带一教人呐、啊，你安尼的态度呢，就是啊，好亲像一个，你敢那小小啊听一点嘛，念念，你都以为你知影真多啊，就这么真骄气啊，好像真恐高，真骄傲，这不是修行人应该有的啦。都好亲像呢，是如妄执计较，根不著名啊！这呢，好亲像一个呢，目睭无看到的人，你敢那拿一把灯火呢去照啊，无照着家己啊，你是照着别人，所以家己既然呢。拿火不捌路啦，想要去给人引路呢，你就错啦。所以呢，明中之心啊，莫过于你。什么人黑暗呢？这黑暗的人啊，是你啦，你比别人更加黑暗。所以这个暗的是你，不是别人啦。啊！是跳入畸形啊，入大国，如轻所低啊，何如一点？意思就是讲，咱用跳入畸形入大国吼，咱也只怕灰白，安尼行入来伫迄个都市啊，人群中啊。真正的开阔的国家，你也一把火啊！其实呢，你所知影的呢，就是亲像迄个微尘同款一点啊，尔点。所以，跳入畸形入大国，你以为讲我知影真多，我要向真多人来讲话。其实呢，你所知影的呢？就是亲像微尘迄点啊，尔点，真诶，佛陀对咱诶教育，就是要时时甲咱提醒啊，咱毋通亲像迄位跳入火机诶人，咱家己内底都抑阁是黑暗嘛，你也去怕火，讲要甲人引路。这呢是危险啊！所以，咱要家己主动，家己呢爱把这条路行好着，把家己呢引导行着这个正确的道路，唔通家己呢无法度看到路，也想要引人行这条路，好心是真好啦。但是呢，咱必定爱道理分明。一个人所看的境界呢，拢是有限啦。一个人两对目睭，你会当看偌远去呢？你的功能有偌大？两对目睭啊，唔是万能呢。敢若讲一张薄薄的纸，在咱的目睭前掹起来、甲惹起来啦，你都无法度看到头前啦。何况讲？
咱目睭真好，咱徛伫这个所在，咱会当看呢，一世界无障碍啦。咱嘛则会当看到咱眼力的范围呢，听。所以人唔是万能啦，唔通空过自大啦。咱若要会当真正智慧开启，都爱有微尘人生，咱爱缩小自己，咱才有法度呢。用感恩，感恩人人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师长，感恩三宝，感恩如来等等。你有感恩的心，你才会当对人人尊重。有尊重的心呢，才会当发挥了一份呢真诚的爱。所以尊重啊，那无缩小自己，自大妄为哦，这呢甲迄个跳级机。行在路上的人，敢毋是同款呢？所以咱人人啊，真正爱多用心啊。这条道路啊，是咱人人家己发心立愿选择要行的路。既然学佛，就是希望期待会当成佛。那既然期待要会当成佛，中间这条的道路是真长啊，内面的发心如大海啊，咱这当中。亲像呢，伫迄个水里呢，安尼捧一捧水起来俩，那遮尔遮大个大海个水呢，咱也过离真远啊。所以不要自大妄为吼，好吧，还是爱时时多用心啊。